海关心联合活动中心的旁边，这是一个 OEG 的岗亭。哇，好棒哦！你看这些阿上们正在给这些 OEG 做日光浴，啊，给编编，怎样都要变，怎样都要变哎！哇，真的很棒哎！台湾真的是黑金呢，这个是黑金呢。当这煎熬煎熬竹竿，我很想喝酒。冬至的前后十天，乌鱼最好吃。那都安个肉片拢没有破的，对啊，不是哦，大家都有煮。老板讲这人见过，这人有见过，对啊，因为哎哎安个尿出来安尼，该喝水。哇，是比有够水的煮，乌鱼煮。我用看金金红红够水的，哇，现在在采乌鱼啊！怎么办？现在先靠篮了，靠篮。哇，已经开到完了，要靠到完了。买一十只回来，要慢慢捂。对呀。不一样的体验。真的是在体验。嗯。只要好吃，都排处理。哈哈哈哈哈。两道菜一样哈，还有鱼。哇，终于已经处理好了。吃虾，哈哈哈哈哈！在海呢，在海哦。这是白鳌鱼哦。是哟。白鳌鱼。嗯。太棒了。哇，这水依然呐。嗯。这跟我们胶原蛋白。哈哈哈哈哈！鳌鱼依然，今天有到大肥呀。对呀。Thank you.